式泡沫的鼓声让人目不转睛，融合现代和传统的演出，为东港迎王平安祭典揭开序幕。已经有300多年历史，东港迎王平安祭典即将展开。除了邀请悠人神鼓，还有在地义诊团队做暖场表演。我们邀请了悠人神鼓，还有我们东港在地的四大义诊团体演出，促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跨国际、非常非常神人级的演出。3年1刻的迎王平安祭典是东港相当重要的盛事活动。今年有168个队伍报名，工作人员超过20000人，预期场面将会相当盛大。嘉兴正科迎王平安祭典在国历9月28日要来举行，头一天的重头戏就是要来恭迎大天孙秀大千岁来降临东京。国历10月7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，也是王船要来出场，要来邀请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路上行舟。艺术团队还在第一阵表演，让迎王文化用不同方式呈现，也希望国家级重要民俗文化资产被世界看见。三立新闻朱俊杰在屏东采访报道。